伊这天无真清，这两个像多少岁？那个角度已经出来了。比较更啊吼！今天2011年9月13号，巴音布鲁克的日出，新元县。不是因为在高山上，它上挡到挡到。草原上早就有了。嗯。草原上早就有了。很快哦，等一下那个像那个太阳就像球一样，嘣就跳出来了。还是要站得比较高一点吗？啊、可以可以，站高一点。哦，今天出来了、哦。快了快了。哇，已经射了一分钟了。你摄影的？因为摄影才可以看到这样噔噔噔噔噔。嘣嘣嘣嘣嘣的。然后阳光真的上来，眼睛不要对着看哦，会，不然就戴墨镜。戴墨镜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哎，这个也是特色啊，对不对？戴墨镜才看。不是，他们师傅他们都知道，这样每天这样走走，他们都知道在哪边看日出了啦。哎，没，伊就免讲，伊就休困啊。你看一边，你看。光线来了哈。哎，伊已经看那边。就在啊。在啊，在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跟边。因为有时候云层很厚的，不见得看得到。啊，你都爬起来，哪会无看吼？有爬起来呢。真起来。阿妹，你看后面，你可以拍后面，阿妹。后面。我那怎无电呢？那灯又又后花。无电啊了。你敢有充电？你关掉。你关掉，还佫二十届哦？你打二廿个。等于就这个。无，伊个那段时间伊就会无去。对啊。无跟伊就出去等于啊。哇！你爬起来哦，对。啊，从早早就出来啊，你又较早。无，即摆个时。即摆才开始咧起啦。即摆个时啦。白白，嗯，起来。等遐久也毋起来，遐当远。因袂加巴鲁啊啦。等到我会怎花去，怎困？哈哈哈哈哈哈！